一直都没有断的，没有停的时间，是不是？
都比我这边做一点。我可以说了是吧？还是听不到？可以说吗？可以说了吗？我那个央视的那个什么？是我吗？是搜我啊？对呀、啊，就是搜。不是法制进行时吧？不是不是。什么是5套的一个节目？哦哦哦，那个什么北京最速男前两天拍的那个，去年拍的，前两天播的那个，哦、叫不是5套，这是9套。我是看到那是赛车时代的、那个，对，那好多年前了。珠海的、哦、找到了，喂。那你是这不是做赛车节目？是我完全不是做赛车节目，我们是那个2套的生活圈地产节目。我听刘玲说过，他们基本上不是做家装啊什么。对对对，我们那个生活圈有每天有很多板块嘛，哦、然后它是那个家装板块。珠海现在房子也贵了是吧？对。均价有多少钱？均价市区的话可能去到1万7吧。不是，就是好一点可能到1万7，但是其实可能10000怎么也要15000-16000。那它是有装修还是没装修？有装修的，它现在大部分都有装修的。然后在那个西区就会便宜一点，就是大概9000-8000-9000吧。西区靠近潭州那边是吗？西区不是靠近潭州，就是在潭州这边嘛。就是市区潭州，我看赛车场这附近的也要10000块钱、啊。赛车场附近的有一些唐家的一些，对，也有10000块钱、哦。对，也是要10000多。因为唐家也这边也是，相对于西区那边来说也是市区了。哦。它的房价也会稍微贵一点。嗯，都10000多了，3000多时候就说要买，到现在10000多还没买，麻不了我看。3:30是吗？对，8分钟，没信号。